兄弟们，今天故意谈日系进口高级的休旅车，当年上路100多，快200万。我们来聊一下。哎，陶哥，车看完了，你好，开始。哎，刚刚有事情，没有赶时间、砍新车，没有。坎贺啊，坎贺对啊，对哎啦，所以是在今天可以卖，还是要等到交车？今天可以卖，啊，价格 OK 就卖。哦，还有别的车可以用？有。好，看一下。贴膜看不到里面，里面是正常，新车买来就贴了，过两年贴，里面都是漂亮的，里面是漂亮的，都没有伤痕，对，板件也都没换，板件的话，这个门比休息站更隆，然后对方全责嘛，全责那保险公司就把我整个换新了，好，感谢，结构正常，其他没有了。这台新车是多少钱的？新车我是买108的那个等级。哦，当时为什么选这个等级？帅啊，帅啊，帅！就他的屁股很帅。当时还要考虑别的车吗？那时候，马三，马三，C 叉三啊 ，C 叉三，C 叉三。前面好几台车都是没有，这是我第一台车，第一台啊，它有烧一个，有烧一个阀门上去，阀门那时候有切掉，原排气管有切，有留下来。哦，就是这样。哎，可能放个烟盒里面的。不。哎呦 ，N 档，烧一个阀门，挖一个洞。挖一个洞啊！这个是如果你下一个客人不要，你到天空打你修给你。这一个是引擎护盖，就是皮带上面那一个。我后来把它去原厂换掉，换盖子的。收盖。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卖车的决心了。先玩家的车好吗？对啊，还要正常，那是正常。可乐是吗？要拉得很准的，拉脚机型，敲赛吧，蛮好开的，蛮好开的。绕一圈的话，可以啊。阀门，遥控开关，基本有关吗？现在是关的 ，A 是全开 ，A 是一次就全开 ，B 是关 ，RC 是渐开 ，D 是慢慢关。86000，买新车没错了。哎，新车，这表里面很多功能。对啊，常用吗？蛮常用的。这一个的话是用在这个，哎，这个会比较实用。这个，因为这台车定位在那个户外越野，所以会看得到四个轮子的出力，跟坡度这样。三环表，油耗，对，我是觉得可以开很快。这一台，我那时候业代是跟我说，大概180就上不去了，他自己。赶路的时候就198还可以上，198还可以上，还可以上，没有跟车了，有定速没跟车，我没有买到那个等级，还一小段，好，这个是没开，它会有 Sport 还是越野模式？没有，它就只有越野模式，高速可以开越野模式啊，高速可以开啊。行驶中你就可以开了，它只是针对轮胎的出力而已。那亮的灯是下面那个很像定速的一个，这个是那个陡坡缓降，它自己会侦测路面是上坡还是下坡。它如果是下坡，像要下立体停车场，你可以不用踩刹车，它就自己会慢慢路。对，它自己会介入刹车。陡坡缓降，踩一段哦。好，停下排气管。可以，人家要看车最高速度啊？北部是报50，赖的那个照片啊，跟一些资讯这样，报50看。中部，像我们彰化是报43，43看。台中也差不多，在43到4，都还没给他们看。还没，你第一个啊？还有，因为昨天台北的报50，
啊，可是我已经答应你了，好，所以啊，好，确认一下价钱，没有啊，新车啊，哦，恭喜哦，谢谢，最后的离别吧，谢谢，安尼，系啊，哎呀，我是对于这照顾的，系啊，所以你当初贴这个膜是比较好的，哦，对，还有保证说拉起来不会有不会死气，对，不管几年，他没有跟我说不管几年，他跟我说应该也可以撑个3到5年。哦，哎，他保固那时候保固是说一年，没有，是你在使用的期间，他不是人为的，他就换，哎，他只有保证说不会有残胶，哎，觉得是40万，40吗？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其实我因为我有保留一个空间，就是膜撕起来到底我要不要花钱，这比较尴尬，还是你有什么想法？我预计啦，如果46会塞，46不行。46不行，因为主要是有换板件的那个差价比较大，对，因为别人跟你估一定也是一样，换两块一定要差个好几万。我退一点，我46退一点，啊，你40高一点，你说取一个中值这样，要？不要，这样比较圆满。应该可以吧？43可以了。啊，买啦。43好了，买啦。吉利数字，祝你一路发，一路行车，一路平安。3天拨全款，3天，哎，3天过好户打款，哎，啊，所以我资料要先留在你这里，都要，还有车，然后我先给你一半的款项，哎，对，啊，没问题，就是拨全款，对。OK， 好，来，感谢你，感谢哦。来，兄弟们，这台2018的速霸路 XV 是 IS 那一阶的，有兴趣的朋友私讯我首页加 LINE 哦。我们什么车都有出，几万到几十、几百的车都有收，可以联络我。OK， 哆瑞咪发，收了。想看更多，关注抖音吕老板二手车，带你看遍二手车市场。